严重的部分弱势族群的做义务的演唱、教导、舞蹈、音乐。我想这次的活动就是希望能够借由大漢觀寶的秋拍，让这群孩子有一个站台圆梦的机会，也就是他们先天就会歌唱舞蹈，然后呢，能够让他们长大之后也能够发挥长才。谢谢。